对对对、那是另外一种产业，好、啊，那不一样。上官会讲不好意思啦，对，他说不好意思，而且他是不小心碰到的，没有没有没有，他没有不小心的，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是我不小心，有这首歌。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回来到本案。回到本案的时候，我觉得更可恶的不止柯文哲，还有柯文哲身边的人啊！难道他们以为他未来他真的是可以当皇帝，所以身边的人也不阻止他？我觉得更奇怪的就是黄珊珊跟徐美凤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紧密。要不是徐美凤要去当局长，今天黄珊珊不会是议员。是徐美凤的关系让他，徐美凤当初当了议员，对，黄珊珊算是他的人马，他让黄珊珊选上了议员，这是大家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或错，但是确实在2001年之后，确实发生之前是这个状况，所以他们两个形同姐妹的情况下，今天你的师父或你的姐妹或你以前的合作伙伴到了你老板的办公室，受到这样子的欺压，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你是知情。而你什么都不表态，你是知情，连要柯文哲道歉能力都没有。今天你黄珊珊，我觉得在人情世故上，你就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什么样的朋友你都可以出卖嘛，怪不得挂着宋楚瑜讲这么久，对不对？但是你去当副市长的时候，没有去跟宋楚瑜讲。没有，我提一件事哦、喔，为什么要蓝白合？对，就是为了要胜选嘛。对，那徐美凤为了蓝白合胜选。被性骚扰可以忍吗？那未来蓝白合里面入主总统府是一个在他口中涉及性骚扰的正副总统，对，你认为这合理吗？这可以吗？对啊，然后另外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今天就因为他、哦、跟我不一样，我没有在抱怨、哦、因为他 maybe 他就是充满着光芒、哦、有很多很好的能力，也是媒体业界的长辈来着。那你看这个 LINE 的对话，对，女方其实什么也没说啦，肯定就是交换了 LINE， 10月5号可能交换了 LINE， 而且小美敬你一则说，对，刚刚亮君的判断也是这样，就他们那一天才认识，然后交换的 LINE， 所以他一刷了他的 LINE 之后，就说我是小美的意思啊。对，對，然后柯文哲就讲这些话，那柯文哲讲这个话逆天什么意思？这个话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就是一种性骚扰，他就是性骚扰。然后人家不理你，然后你就继续加嘛，你有没有十月六？哎、欸，请问一下，你这是拿你的市府的官威来把马子吗？把马子三个字都出来了。对啊，不然你怎么这个会接这个决定哦？聘你当国安会副秘书长？哎、欸，我跟你讲，这个有多丢人。我反过来问，我跟你讲啊，女宠啊，他想要豢养女宠。我们以为啊，柯文哲找人才是要找影子内阁，对，没有哎、欸，结果他是想要干嘛？他要打造他自己的这个后宫内阁嘛，这不太一样啊，对不对？这个阁一，所以你入不了阁。哪个阁？我是格格不入。他叫做后宫楼阁，好楼阁，楼阁啊，以前清朝、明朝也是有楼阁这两个字，里面可以喝茶、看表演。好，所以他人家说他要做影子内阁，就是他打造的是后宫楼阁。哎，那我现在请问一下，这个是宠女，他想要养他。那宠男是谁？为什么他要找黄国昌，说要让他当部长？我又觉得这个是很 low 的一件事情。原来他找黄国昌当部长，不是看上他的能力，是看上什么？看他帅，俊俏的脸庞，俊俏的脸庞，对不对？这黄国昌自己说的。对啊，所以就是霸道市长与俏立伟的故事嘛。你不要亮君说他长相已经够恶心了，没有，没有，我现在整个我俊俏两个不舒服。所以你看，柯文哲找人才是在看什么？是看他喜欢不喜欢，跟能力有没有关？由此可知，恐怕没有任何关系啊。难怪你被踢出去。讲到锦衣卫这件事情，我就要讲锦衣卫这三个字出现在媒体报道里面，就是跟我有关。我告诉柯文哲，你不要再搞网军，你不要再用那一套，权谋。所以你看，然后他给你拍桌生气，他给我捶桌子，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是2021，那个时候也是《镜周刊》爆出来的新闻嘛，所以他早就想要用国家机器去做他的侦察队，这表示什么？他对台湾的人民不信任。对，这表示什么？
他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他是一个皇上想要用帝制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的王八蛋啊！嗯，对，哇塞，哎、欸，这不用上电视讲话都很轻松，对，朕知道了，很轻松，对啊，王八蛋，所以他想要用锦衣卫嘛，而且他把国安会这么重要的，他把它当成自己的侦查单位，还把明朝这个案例拿出来，你看他的心态就是什么？我只能说，好险他没有去做。总统对、欸，不然凭着他的假老二干上总统，我们台湾会变怎么样？哎、欸，我问你哦、喔，你认识馨香吗？不是，不认识。哦，你对他完全……我跟你讲啦，来导播帮我跳下一张图卡。等一下节目哪一天？我跟你讲，如果我今天这两天，嗯，节目有遇到钟小平，对，我在呛钟小平，因为我跟你讲，全台湾第一个问我黄馨香的人是钟小平。哦，他是也看上他、就是，但他问的题目实在是太荒谬了。被问什么？被我就是冷冷的懒懒的回应。他也是觉得他逆天吗？不是，他问的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谬论，是民众党里面传出来跟我有关系、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黄馨香我一点都不认识。然后钟小平就说，对，但是我真的觉得那太荒谬了。对，所以我第一个我不认识黄馨香，我要讲得很清楚。嗯，哦，第二个，如果钟小有机会跟钟小平同台的话，我一定要呛钟小平。他每次常常来源消息不明确，嗯，好不好？哎、欸，但亮君，就是经过这个早上曲美凤，因为大家知道那是2022的事，嗯，那曲美凤现在把它讲出来，其实也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其实很多这个受到 Me Too 的女生，她其实是不敢事后不敢张扬的。嗯，哎、欸，会不会徐美凤一讲之后，后面超多这个被阿北 Me Too 过的小草通通跳出来？而且要不要鼓励黄馨香？是不是也应该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但是如果照周刊的报道，黄馨香是崇拜阿北的哦。为什么？她说呢，不止呢，黄这个阿北要司机开车到北海岸。然后下车去看海跟散心的只有阿北跟黄馨香两个人，甚至连橘子哦都会跟旁边的人开玩笑说，阿北大概来看的馨香哈、哦，心情都很好。那因为他的名字是这样写馨香，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的本名叫馨香，可能这两个字就是对怎么样？很温馨、很香的意思吗？很多里面的幕僚打。黄馨香真的是打这三个字，就纯粹以为他的名字是這樣。一直到这一次检调调查的时候，新闻出来那个馨香，大家才知道他本名。所以其实他是一个也是非常低调的人。哦，反正他就被叫馨香也是。但是我要在呼吁，我不认识他，所以不要再访问我。然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关于北海岸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对，我跟大家保证的是，淡水和这个渔人码头，哦，柯文哲心情不好会约人去散散心。哦，但北海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看的都是同一片海，不是？欸、对呀、啊，北海岸、就是角度不一样、啊，就是金山淡水那么一样，对对对，就角度不一样啊。毕竟我没，毕竟我没有去那边约过会，我哪知道是一样的？所以淡水跟渔人码头都叫北海岸吗？不是吧？应该是看河，应该是看海吧？金山那一边吗？淡水河最后会汇到北海岸去，这样对啊。哦、oh.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北海岸，不然我之前知道的都是那个淡水跟渔人码头，淡水三只金山一路绕过去啊。嗯，我就很少。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琪，晋新闻 YouTube 最新访谈节目《有话进来讲》，等你进来讲。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